这是先祖萧民设立的，这件事说来话长。当年他歼灭了星月教，死伤无数，觉得杀孽太重，所以就设下了这块牌位，让我们子孙后代都来供奉。后来被家父改做了书房，这儿的香火就没有再断过。 其实匡扶正义是天理所在，牺牲也是在所难免。对，小白说的对，说的对。 这不是先，情不好啊！这是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只是先辈往事而已。 驼，给你改改。哎，小白，你不要写个词儿形容形容我呀！小白，你别走啊！ 肯定写，哼，哎，肯定是看了我写的字这么秀美，怕没有办法超越我。哎呀，优秀啊，真是优秀啊，春花！天哪，写的真好。 这么好的字，又这么好的意境。
又有傲骨，又不失谦逊。萧白却不肯要啊。哥哥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小春花这里天天都是惊喜，哥哥怕错过。我猜哥哥是觉得我住在仇人家，每天提心吊胆的，所以时不时得来看看我。对，哥哥担心你吗？写给萧白的。嗯。为什么是天下第二？因为天下第一是哥哥呀。哼，说谎。我看是那萧白不肯要，你倒退一步，对吗？哥哥这都知道啊。哼，小春花，不要光顾着说好听的，把正事儿给耽误了。没忘没忘，我今天还去书房看了，可那书房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堆书，还有一个没有字的灵牌。祠堂。看来这萧白待你不薄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没有跟你讲这块灵牌的来历吗？有，他说这是先祖剿灭星月教，杀孽太重，